独居女落雨收衫，四楼跌落街。共19岁的女人送到 QE 抢救之后情况危殆。星期三朝早8点几黄雨嗰阵，佢俾人发现瘫在慈云山慈政村正安楼嘅一楼盐房度。警方喺独居嘅佢四楼屋企厨房窗边揾到张凳仔，又有支拐杖挂喺晾衫架，怀疑佢落雨收衫嗰阵失足导致意外啊！